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的看板人物非常的特别，我现在就在他的房间，你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哦，是有那么一点宅味十足。这里有好多的玩偶、漫画书、电脑，甚至还有一个做了一半的模型，我们姑且称它为宅男的房间。在这个房间可以看出看板人物的性格。在社会上呢，一般人认知他的这个专业叫做室内设计师，不过他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玩模型，一直玩到大，直到两年前他正式了投入微缩模型这个非常专业的领域。然后2016年呢，他以鳗鱼屋的首座微缩模型得到日本冰松大赏的双料冠军，确实是非常的不简单。我想你已经猜到了，现在我所待的地方呢，就是他自己做的一个微缩模型的房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走出这个房间，一起来介绍今天的看板人物郑宏展。轰隆隆的列车抵达的是郑宏展的渺小世界。纸箱里压扁的铝箔包、购物袋、尼龙绳捆绑的报纸、杂志，熟悉的台湾街角就在这儿。转到后面来，酒吧内墙上乱七八糟的涂鸦，马桶里层层黄垢。这件他称为快乐时光的作品，曾被日本模型玩家夸说，光是用看的就闻得到味道。想象一张桌子跟一张椅子，可以透过生锈来做到什么样的状况？基本上大概会上到三到四道不同颜色的漆。郑宏展说完微缩，离不开人类行为学，重现人生活过的痕迹，这得有依据。就像台湾气候潮湿，家具通常斑驳着铁锈。这回他要还原的是自己13岁当年的书桌。一般小朋友的抽屉，一打开都是这种脏脏的，因为很多毛笔啊，还是一些颜料啊，没有盖好，然后互相混杂的结果，就会产生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颜色。还有男孩子调皮踢到变形的侧桌面，这样就有微微的踢到弯掉的感觉。你看，这就是回收场内最常见的报废铁桌。制造不起眼的痕迹，郑宏展更懂得善用材料，用颜色堆叠出的层次活灵活现。它的肌理有没有有一些？有一些面层啊，很像是那种水泥墙啊，或是砖墙的样子。要逼真达到美感，郑宏展的坚持是0.1毫米误差都不行。缝裂缝有没有？我还是会把它刻出来。我是比较龟毛的，那个细最细的程度可以到0.02米左右都，我都会要求。相似度要达100%，最基本的就是要把真的东西缩小，大小比例每寸都要拿捏好。郑宏展经常这么做。也玩这个也不用刻意去花很多钱去买，风化过的一些树叶有没有？啊，它是揉碎以后，好就像是真的树叶缩小过一样。做过平面设计。48岁的郑宏展其实是室内设计公司负责人，他最新作品要为我们重现的是2年前在台北东区设计的烧烤店。喷枪的压缩机啊，残留下来的水，把它涂在铁上面，就可以做出一些特别的一些感觉。对，真的锈水加上黑白颜料一层一层刷色，少不了的是上百次的观察摸索。可以看到它这边还有一些这种好像生锈，这边的锈水留下来的一些痕迹，所以刻意去抓一样的角度来比照，一些脏的地方是不是有到位？
除了 Google Map， 郑孔展还必须田野调查。采访这天，我们跟着他的脚步到现场，一砖一瓦仔细比对。像这种地方，虽然在场景里面哈很难表现得出来，虽然看不到，但是我应该还是会想办法让这个地方也重新再坐在模型里面试试看。给的感觉一模一样。サビって何ですかね？生锈。对，生锈的感觉也是。美术科毕业，留学日本学插画设计，培养郑孔展对细微自主比较。微缩就像是一种他写人生日记的手法，细节越详尽，越有人情味。尝试第一次来做微缩的时候，觉得这一边的房子的建筑物都还蛮旧的，可能是一个表现的一个好地方。70年代外露的电线墙，还有隔壁日本磨石子建筑，旧时代的粗糙感是挑战。位在新竹旧城的烧肉屋是郑孔展室内设计的作品，也是他第一件微缩样本。所有的这些文字，都会一个一个去真实的用平面设计师的角度去把稿子做出来。このロゴなんですよね。だから料理の名前。有很多做模型的人在这样的地方就比较随便一点，でも韓さん写的全部都是一模一样なんですよ。我觉得蛮感动。曾经有人开出80万台币要买下郑孔展的微缩，但他一件都不卖。我卖了一件，就想要看的人他就少了一件。如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那我也可以跟他们讨论这个东西的做法怎么样，可以让更多人学习啊，启发他们啊。从心出发再动手，郑孔展用不一样的视角把不完美看成是种珍贵的美感，靠着一笔一画累积他的微缩故事，生动的谱写留下许许多多人的人生旋律。我们有句话叫巧手啊，今天的看板人物这巧手不足以形容。Hello Hank， 你好，这是你的工作室？是秘密基地。对，在山上秘密基地。我们刚刚看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对比哦，你一开始纸袋是不是最容易做的？纸袋确实是最容易，因为我帮我们示范一下咯。因为我是做平面广告的关系，那以前我们在设计包装的时候，常常就会切我们设计出来的东西成型。给客人看，那基本上我房间里面有一个 Uniqlo 的纸袋，那它，我在公司哈会先把它印成一个1:6的尺寸，那我只要用这一张纸，直接把它的形状拆卸出来。所以Hank，你的微缩是从1:6开始做吗？我的第一个微缩是从1:24。哦，你一开始就为什么一开始就挑战这么，听起来就。很愚蠢问题啊！从数字来看，那不是从1:6开始做比较简单？不对，其实1:6反而会比较复杂。是哦，因为东西越大，那要去仿真的话，细节更重要。有一些细节是不太好做的，是，包括它的结构也要比较稳定。请问微缩跟袖珍的差别，我们怎么认知啊？袖珍一般我们定义是在1:12，那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制式的尺寸。那台湾，对不起，台湾这一边做袖珍的人，其实是蛮多的，不过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像做到国外的袖珍，很多艺术家都会分门别类的去做他们的东西。那台湾几乎都要一个人一手包。你小时候有很多钱去买模型吗？
小时候零用钱很少，嗯哼，对啊，那你小三以后那么爱玩模型，对，那怎么办？一半自己存钱买，嗯，那一半可能就是拜托妈妈给我零用，给我特别的模型的钱去买。那过年的钱，我其实也都存下来买模型居多。那像我现在结构就大概已经关出来了，再给它上胶。其实这个还蛮像很小时候在做劳作的感觉。嗯，这一般人确实做不来。OK， 那它基本上的成型就是像这样。那手提袋里面都还会有一张内衬，所以我们啊可以拿一张随便的纸，啊手提袋都有一个这样的内衬。就是要让重量的重物可以抵住。我刚做到一个很小的细节，让我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手提袋的边边啊？有这个品牌的网址啊，他连这个边边网址都有做哦 ，triple w blah blah blah， 真的是对不对？不好做，1:6。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请那个红展啊，帮我们做一个黑猫宅急便的盒子，这个也是在宅男的屋子里面有的。对，这一个哦，所以概念上你都要先印出这样的一个。对，你们专业这叫什么？就我们会在电脑里面先，我的习惯是先对实体拍照。把箱子展开拍照，那我在电脑里面再稍微修一修以后，好，再透过 Illustrator 的软体。依照我要的比例去把它缩放出来。这个也是1:6的。对，看一下。那因为箱子会有厚度，是，那我就必须用稍微比较厚的厚的纸，好了，来做它的衬底。但是如果你要特定的像一个黑猫宅急便的盒子，那你就要自己做。对。好，那像一样的道理就。1:6当然是做的比较快，那如果你要做到1:24或1:35，好，那个可能就要花一点时间。哎，你这个是先把它衬在背面吗？对，我先把它印在这个物体的背面。好，因为你说双面胶的原理，对不对？对。然后再把，然后我再把这一层，好，因为双面胶比较大面，它比一般的胶水会来得更快。这层挖开以后。好，这是我们假设它的内衬比较厚。好，这样基本上整个这样其实是已经老成的，对。在这之前，我可以先用这一种尖嘴的笔，先把纸箱它我们要弯折的地方，先把它画出来。因为双面胶的好处就是它马上就固定。那一般也可以用强力啊，也有强力胶，但是可能在处理不同的地方。对，不同的材质它就有不同的胶。那一般箱子都还是会有封箱胶带。是。好，那我们也可以。哇，你的那个也可以领证哦。对。这个黑猫宅急便可以送个戒指啦，没有问题。他求婚的时候来找 Hank 帮你做一个黑猫宅急便的话题。像我们把真的封箱胶带啊，依照大约1:6的比例，就把它弄得跟真的封箱的方式，真的封箱方式。哎，对。哎，你做完一个小的物件应该心情很好。那像我们人的习惯，但基本上是完成。但是我为了让它更立体，我们就顺着真正人，它的拆箱的方式，再把它拆开。所以这些胶布它其实都还是会留着。就是在这些美感的地方。对，然后。I see。可能箱子有一些皱褶啊，可能这个主人得到的一箱玩具，它就很。很快速的把它拆开，这个是微缩的生活感吧？对，是不是？这是微缩的生活感。对，像我在做这一台之前哈，我会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图。OK。好，我会先去算实际的压缩机大概有多大。好，
那这个算出来是17角是32，嗯哼，好宽度，嗯，那我把它缩成1/6的话，大概是5.5公分。这个是让我自己有一个比例的概念，嗯，好，那像这支喷枪也是，好，实际我先把它的结构大概画出来。这是你在那个宅男的房间里面，因为这是你的房间的微缩嘛，所以比方说你会用到这个，对不对？喷枪啊什么？那请问你这些小东西是用什么东西拆来做的、啊、？OK。以这一支喷枪来说哈、嗯，我就会去，因为它跟模型的拉丝有关系啊。哦。好比说这样的材料，嗯，那我经过裁剪，我经过裁剪，这个都是废料，嗯。那废料我们用打火机去烧它。哦。好比说我示范一下。好的。好，它只是一个，当它暖化以后，嗯。然后可能去拉出我要的比例。你这是从那个金工师傅那边跟那个玻璃啊，意思是一样。哇，这是金工了哦 ，OK。对，那就我觉得笔头哦，大概有接近那个了解真实的。好，我就会用这种方法去来做。那这两个，这个是找别的。那空压机的机身，嗯。好比说可以用这种粗的这种麦克笔哦 POP 笔、嗯、它的大小其实还蛮接近的，好，那因为笔的尺寸有很多种嘛，那只要它大约在我的图面里面觉得比例差不多的话，我就拿锯子去锯它。哦，这叫很有那个联想的能力耶。对，那锯完它以后基本上它的结构其实已经出来了。懂了。那还有那洋芋片呢？像洋芋片的概念啊、嗯、我们也是一定要先去印它的包装的本体。对，其实就跟刚刚在做的意思是一样、嗯、那洋芋片我们拆开里面会有一层铝箔啊，那铝箔我们就用那种料理用的那一种铝箔、啊、对，我都忘记了，还以为这是浑然天成的，就是你在里面在加工的。对，然后还有里面你有画很多画笔，工作用的画笔，这个我来猜，牙签。牙签可能会稍微粗一点。嗯嗯，那我用的结构有拜拜的那个香的尾巴。哦，那四兽的材料有一些像这种模型的改造棒，哦，它有铜的，也有塑胶的。我都要 make sure 我眼睛没有脱糖，上面有字，如果拍不出来的话，你们再上它的网站看。对，这一支笔哦，然后那画笔上有字哦。哎，那字不是画符哦，因为我试一下，实在是不行、嗯，是真的字母嘛，对不对？真的字母。你那怎么用上去的、啊？你该不会是写上去的吧？不是，字的话，我会用那个水贴纸来贴。这实在是太惊人了。那你上面应该不是天窗嘛？所以是留是什么、嗯、刊登吗？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刊登。哦，那实际上我可以在上面加一些电源啊，所以它就会有、哦、让灯直接发亮进来。好，那所以你这个砍灯是怎么做的？你是借用什么东西？ Okay, 这个砍灯它有一个，我们台语叫做墩哈，就是一个墩的这个地方。嗯，好，那这个结构当时我在想办法要呈现的时候，嗯，我就想到了一个宝特瓶。不妙，嗯。那宝特瓶只要把这个结构整个切开，哦，那下面就有一个那种。对，它有一个这个墩，这个墩哈、嗯，这个墩，好，它就可以直接往上盖。好，那以砍灯，我们做室内设计的话，是一个尺寸是15公分嘛，嗯，那15公分你就除以6的话，其实跟这个尺寸是差不多的。我看过那个日本动画《街屋少女爱丽缇》，嗯，就是在这个生活里面，这个东西做这个用，可是，在那个袖珍的少女爱丽缇的眼里呢，这个东西有不同的作用，那很有意思。所以其实像你的世界是有一个真实世界，然后还有你自己的一个微缩世界。嗯，对，因为毕竟工作如果忙碌一天，嗯，我回去下来也不是很爱讲话，那可能就是以前的话都是看看电视啊，那现在的几乎投入都在这个微缩模型的世界里面。观众朋友，这个是 Hank 在2006夺下冰松双料冠军哦，就是冰松双大奖的作品。还有一个双大奖是我们大概知道一个评审嘛，好，那另外一个呢？评审一共有5位。哦，那
所有的双料，第一个是这个比赛是在类似那种百货公司的这种商场里面，三天的时间是开放给民众自由参观，那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一张心目中最喜欢的作品的一个问卷，那每个人都可以投给他最喜欢的作品一票这样。那他们在商场里面是360度看你的，对不对？对。所以你有任何一点点细微的，我们讲瑕疵好，都逃不过法眼嘛。你看放三天。对。哦，然后在这个，我们待会儿会转过来啊，我们会了解这个让评审跟日本朋友都惊艳的这个作品。可是我最好奇是，你这一个鳗鱼屋，它是一个实景。对。我们看对照一下，就在这边。这在日本的哪？这在日本的名古屋。哦 ，OK， 所以是完完全全是对照的。你在停车场的这个前面啊，对，这是你吗？就是有一个人还拿了一个鳗鱼屋的模型，然后给这个鳗鱼屋的老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的？是真实的记忆吗？是这个，我简单的说哈，2016我在脸书的玩具社团啊认识了这一位阿伯哈，那这位阿伯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达人啊，他在日本是专门在做一些铁皮玩具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我们讲说阿伯，这一位先生他都是自己手工做的，那他也很喜欢我做的作品，所以他常常会送一些小玩具啊，例如说这个房间里面的有一些玩具就是他送的，那他又不希望我回礼给他，他就说他已经年纪很大了。那我还是想表达我的感谢的心情，所以我知道他在名古屋有开一家金之中店的鳗鱼店。哦，就是这个就是他的，这是他的店。那我上网 Google 搜寻以后，觉得这个味道还蛮适合做成1:24的微缩模型。好，那我就开始也是一样，把所有 Google 上面的各种角度的照片都拍下来。是先这样子，因为 Google 你只要再往前走，它的所有的面都可以很清楚的呈现，是，那我就开始用电脑绘图的方式。那我给你打断一下，你说难怪，你看你这边哦，是这个排水孔的这个配置，对，是一样的位置，对，然后这边有一个人行道上的，对，这个排水孔一样，是，然后我刚才想说，哦，这个斑驳的波痕，我如果现在去对照。Hank 在 Google 里面所 Google 到的，他这个是如实仿真的嘞。那当我决定把它做成我的作品以后，好，那我就花了大概1.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整个正面的结构了。好，当时我也是觉得，他差不多作品做到这个程度就好了。那后来有一个日本的朋友，他跟我推荐说，你不妨去参加。当年6月，我在日本有一个冰松的比赛，当时我就有个想法，那不如把它的里面的结构也干脆整个都一起做出来。那我可以翻面了？可以。噔噔噔噔！哇，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在心里面叫这样一声哇？所以这个就是在你正面做完之后，然后全部，对。那在做背面，我有跟阿伯说，方便的话，请他拍一些他们的厨房啊，甚至房间啊、客房的照片给我。那从他给我的大概20张的照片里面，那我就慢慢的把它做一个还原。所以你的意思说，观众朋友现在所看到的屋子里面的，从厨房啊到上面的客房，如果我们今天到这个金之中店去看。对，是这样的一个陈列。对，应该90%的摆设都一模一样。他本人在2016年那一次大赏的时候，那三天展示期，他有去看吗？他本来是要来看，不过他在展示的前一天，因为脑溢血，住院。那他一直到3个月以后的12月，大约15号左右，那时候他已经出院了。那他有。他女儿跟他太太陪他一起去现场看，那看他来看的时候就已经在流眼泪。我的心意就是有一天我一定会带着这一件
作品带去他的店里面。那这个愿望后来也实现，就在我今年八月去把这件作品带回台湾的当天，我先去他的店里面跟他共进午餐，那也在他现场拍了一个这样的画面。既然这是一个真实的鳗鱼屋，所以你这里面在呈现生活感的部分应该花了你很多时间，我们要从什么角度来看你在这边微缩的那些生活痕迹？OK， 因为我自己是做工程的哈，那好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客房有一台冷气，我比给观众看，哦，观众朋友看到了这个冷气，那这个冷气除了讲究它室内的氛围有点老旧，所以它的管线都会比较粗。哦，是这样子哦，所以你在这边包的这个是那种对，那从里到外我们还是会比较讲究，就是包括这边的牵线，我知道这个里面是对应好的，对，牵线一直到它这一边的室外机，其实都有做相连。好，我看到了哦，所以这就是二楼卧房那个老旧机器室外机。被你这一讲，我好像都有听到开冷气那个声音，旧的冷气有那种呼呼的声音。对，那包括有一台比较大台的，是这一边是从一楼这边营业场所的冷气机排出去接出来的，这个都是实景。那还有啊。比方说你做这个，因为它是鳗鱼店嘛，所以这个厨房对，在这儿，对，哇，这个料理台，对，这种画面大家很熟悉哦，所以这是长久料理的那个油渍，有没有？这边是几乎是整个熏黑的，那你看它这边这个岩廊应该是墨绿的嘛，是主板的嘛，啊，这个就是因为油垢整个熏黑了，这个是生活感的痕迹，对，也包括它的招牌，因为。毕竟比较靠近抽油烟机的地方，所以让它的右半部的 logo 的地方，其实也是被熏黑的感觉。这是很妙，这一些是你很喜欢的，对不对？我发现在你的作品里面，所以就你做的这个作品，目前我们作品里面按照比例来讲，你自己发想的跟你取材真实的比例大概多少？真实的话，目前有大概四件左右。是，那所以当你做这些真实作品的时候。你不会忽略这些真实作品它原来所体现的对，包括这些时间脚步，包括像这个房子的屋顶，这个屋顶我也是上网去找日本的一些老结构的一些木作的一些结构资料，那用一样的工法，包括它的几公分的一个支撑的结构，我也会试着做一样的表现，因为它在寄给你的照片里面这个部分显然是内装是看不到的，对，但是因为把它做剖面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你要自己去做的功夫跟功课。对，就要自己去想象，因为如果这个部分不处理的话，如果一片空白，那可能就失去了做微缩的某一个乐趣，所以我尽可能在看不到的地方还是会下一点功夫来完成。我们转这一面好了，好，因为这个地方被熏黑的这个厨房窗户，我们以这个来讲，你大概是怎么当时你自己怎么发想的？OK， 我在看照片，Google 的照片，因为它是好像有点像毛玻璃，那我当时的玻璃就是用一般的这种礼品啊，好像这个是迪士尼的玩具的包装的，就就地取材的透明片，对，那它就可以做成窗户的玻璃，那因为是要透有点毛玻璃的感觉，所以我们会用一种我们在做大图输出的一种。coating 那叫做雾面的纸张，原来如此。对，那这种 coating 还蛮像毛玻璃的。是。当我把它贴到我要的压克力上面以后，好，远看它就有毛玻璃的效果，好，近看它还是透得过，但是远看它还是毛毛的效果。那我们油渍是用绘画的原理涂上去的吗？对。油渍没这么简单。油渍的话，基本上有一种类似亚克力的原料，好比说我们用类似这种油渍的这种咖啡色的颜料来打底。这边也是啊，切的那个炉台。哦，所以它不只是涂上去，没这么简单。会用一点干刷的技法，实际上是把它当作我们干刷的话，通常水分都少少的，然后像这样。这样去扫这个玻璃的面，这样有这个感觉出来了。
那这样它就浅浅的有一层，好像是污垢的感觉，是油垢的感觉。那当然，这个是我们一般会做到两层的处理。我模型里面所呈现的角度跟车站的角度呈现一个三角形，嗯，那这样在拍照，我们自己在拍照的时候，也会呈现比较有趣的角度。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毁灭的东京啊，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是在东京 JR 的哪一站？高原寺站。高原寺站哈，那事实上呢，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模型哈，是 Hank 你今年以这个模型去参加了日本的钢弹模型制作家的世界杯。是。然后后来在没有入围以后，哇，你的网站涌入了10000多则赞跟留言，然后我最讶异的是他的分享哦。他的脸书分享也有超过一万则，就大家就很有感，很有 feel 就对了。是这个制作这个钢弹，跟我们聊一下吧。这个怎么会有这个灵感？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哈，就是我在日本留学的地方。那时候几岁？那时候20岁。哇，那我对这个地方是很有感情的。我在这边住了4年，那从这边的车站下来，到这边的麦当劳。几乎都是我每天必须要经过的地方。那那时候还打工嘞，所以就坐这个中央线，然后就是下站以后，然后直走就是你打工的地方。我住的地方也在这一边。是哦。那我打工的地方就是从这个 Cohen 姐的 Story 这个商店街进来。只要大概10秒钟就到了。那我在这边打工，每一天都要经过这条街去买菜，因为我在日本打工的时候我是厨师。哦。是哦，对，哇，在日本学设计，20多岁，那个时候20岁，精确讲20岁。那这个地方带给你最大的启蒙是什么？现在想起来，我念书，我高中毕竟没有好好的念书，那来日本毕竟是一个人啊，那第一次有想到，也不要丢台湾人的脸，啊，我就很认真的学日文，那也画了2年的图，那也认识了很多日本朋友。包括我后面这边有一间酒吧哈，也是我几乎打工完，下课常去的地方。哦，所以这一带你太熟了。我非常的熟。因为我去的酒吧有一个奶奶，她当年已经60多岁。是。那我有很多的日文，其实是在这家店学习的。哦，所以她很亲切，然后你一个人只身在面，你不会害怕，然后那奶奶也不排斥你。对。反而把我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客人，因为以当时的年纪，可你也没什么钱啊，我没什么钱，甚至会偷偷的，客人不在，他会拿客人的酒给我喝之类的。哇，好温馨哦。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你做了一点点改变，对不对？好像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栋楼没有了，没有这栋楼，我后面没有这栋楼，你有对调哦？对，我有对调了。对，我再把这两件拉进来，稍微再对调一下。那毕竟做场景哦，还是要考虑到它的实际的氛围啊，好不好看的比例问题。那我模型里面所呈现的角度跟车站的角度呈现一个三角形。那这样在拍照，我们自己在拍照的时候，也会呈现比较有趣的角度。那个中央线上面是没有加盖的。对，中央线因为要让观赏的人知道说这是一个车站，那如果把盖子也放进来的话，在镜头上面是会遮住的，所以我刻意把这个部分拿掉。哎，Hank，那JR 高原寺，它是属于一个旧区，因为你说现在当你在做这个模型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些DVD 啦，然后那个美容 salon 啊，其实这些店都还在那儿啊。所以我在今年的六月去日本玩的时候，那我特地有再去东京一趟，那我也来这个地方拍了一些我想要的照片，所以我在制作的时候，除了比照我拍过的照片，然后再把 Google 上面的景看了大概上千次，然后慢慢的来把它还原。我们来讲好羡慕，真的。那你为什么会想到用毁灭跟极灭的这个意象来呈现你心里面这么有情感的一个地方？
哦，你看我们都在这个钢弹巨人的脚底，就 Kung Boy。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钢弹其实我从可能小学一二年级就知道他，那到现在已经四十几年的过程了，钢弹向来都是正义的一方嘛。对。那我们看到的卡通啊、书啊，还是说一般人做的机器人模型啊，它总是很金光闪闪的。对，就是一定要华丽勇武的。对，会把敌人打败。那我做的场景向来都会跳脱这些痛。那我决定把它打趴。在我最喜欢的城市里面，所以我有这个构想以后，我在五六月的时候就慢慢的收集这些相关的资料，大概制作两个半月，那终于赶在比赛的当天完成了。那我们在做《极灭之都》这个模型的时候，你觉得你曾经在做什么的时候有陷入你的回忆里面？哪个细节？例如说我在做这个那卡之透里哈，这边有个中通啊商店街，那这个商店街的后面也有一个我常去喝酒的地方，啊，我也常常带着同学，啊，一起到这边来玩，啊，事实上虽然我是留学生，但是反而我是个很会带大家出来玩的人，啊，所以我们同学如果下课了以后，啊，都会看我要去哪玩，那我们就常常相约在这个地方。人生很难再有那种就是物质生活也许不是很充裕，可是精神上非常无忧无虑的岁月哈。对，所以我觉得在日本，最大的回忆应该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包括我回台湾，这个酒吧的奶奶，她第一次出国就是台湾，是啊，对，那也是最后一次了。那我也很高兴，她为了我特地来台湾看我。这个作品对你的情感意义是不一样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毕竟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时刻，20岁到25岁的时间都在这一边留学，所以我特别把它当作是一个长大以后的纪念。我们应制作人要求也是一定要对照一下，野马里面有一个灭火器吧，这个营业小吃店一定要放的，再比对一下，这个芬达，萎缩。其他是模拟宅送货的嘛，所以我把它设定成，它长大了以后拥有一台货车，上面有很多的纸箱。在这个快乐时光里面我们这制作人呢很贴心，他说观众朋友，我们再来对照一下，啤酒比啤酒，你现在知道这个萎缩了吧？然后呢，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灭火器，我们应制作人要求也是一定要对照一下，有没有？里面有一个灭火器吧，这个营业小吃店一定要放的。好，这个快乐时光你是复刻什么样的情形，还是说你觉得台湾这种可以随意吃热炒喝酒的小地方越来越少？对，这边那 Hank 跟我们讲一下，你在处理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希望大家看哪一些就是你比较匠心独具的地方？这个作品其实一开始我做的其实只有这间厕所。你开始只做厕所啊？对，这边有一间蹲式的马桶。对，蹲式有点味道的厕所。是哎，好像上的人没有对准。当时做完了这个厕所，我也就顺手就涂鸦，画了很多好像公共厕就是酒吧的厕所被涂鸦的感觉。那其实我以前有个梦想，就是有一天也可以开酒吧之类的。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 Hank's Bar， 就是我自己的酒吧。那这里面这个人蛮像你的投射吧？他看起来像是起重机的，皮夹克、皮手套，然后铁链，头发扎在上面。
应该是比较时髦的大叔，把它设定成可能是个日本朋友，跟一个台湾的一个 hip hop 的大叔，正在喝酒，在把酒言欢就对了。对，那他们的方向指向的是远方，可能这边也有认识的朋友，他们正在打招呼啊。所以这个萎缩是刹那即永恒，就是在那个 moment 里面，那个 moment 的凝结。那我们现在转过来看啊，因为这边有一个画对你很有意义。这个转过来就更精彩。餐厅的后面，这卫生局可能还没来。好啦，这边呢，来再比对一下，这个芬达，萎缩。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妙的，哎、啊，你自己说。哒哒哒哒。你自己，哎、欸，拜托，你这好歹你是五年级生，要写实的话，应该是金瑞瑶或林慧萍吧？你说这是谁？你自己讲。那是南霸天，陈菊。对吧？他挡泥板画的是陈菊，来，大家看一下。怎么想到要用那个陈菊市长当你的挡泥板啊？因为曾经在网络新闻有看到，有个人他的挡泥板就是陈菊，那个也成为当时的新闻。那我有这个记忆以后，我就是搜寻那张图片，就用类似这个手法再还原出来。我相信那个陈菊市长看了他的个性应该会莞尔一笑。所以这个是结合了很多，也就是说在做微缩的时候，你可以把你喜欢的 graffiti 的这个图画，你想要的生活样态，然后你看到的话题全部把它浓缩在一个时空的世界里面，这应该是微型最过瘾的一个地方。对，如果每个作品给它一个梗啊，那我想那个可以增加作品的话题性啊，跟它的趣味性。那我们接下来观众朋友会好奇啊，像这个，在提这个之前，因为它是1:150，对，在日本有一座大有位大师，他也是你心仪一个对象。对，那他的这个1:150，你可不可以让观众朋友理解一下，他让你最崇拜的原因在哪里？OK， 我脸书有一位朋友叫做马兹巴逊奇，叫做松叶俊一。他本身那边是做他的工作做 IT 产业的。那我在他的脸书可以学习到一个东西，就是物质的精度啊。精度就是说以他的作品的话，一个水龙头啊，你如果放到1:150，它可能只细到只剩下0.15米，那他可以把这样的东西这个水龙头也还原出来。那我觉得是一件令我很佩服的事情。那这个1:150里面，我们就用你刚刚讲的这个概念来看。这个场景，喜欢宫崎骏的观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哈。对。可以开灯吗？可以。我们开个夜灯哦。路灯来了，跟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一个场景呢，我会花的比较多的时间，好比说像这个包装箱。因为琪琪他是。送货的嘛，所以我把它设定成他长大了以后拥有一台货车，上面有很多的纸箱，那纸箱我们刚示范的1:6，这么大，那如果到这个程度的话，它比指甲还要小好几倍，所以它是花很多的时间来折出来的。那这个当然，它的交通工具这个扫把，对，也是琪琪的1:150，对，那从它这一边，因为这种是可能是。欧式比较古老的房子，这边都有一些堆柴火的地方。那从这边的比例来看的话，可以发现，一张墙面的海报，大概也只有在0.2米左右。所以在做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可能就特别要花一点，功夫去做塑造这边的氛围，包括后面都还有一些冷气机的管线。当我看到这1:150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因为你有一边是弱势，是不是？从出生天生就是这样。是，那所以对于你这样的做这些精雕细琢的微缩模型，这个弱势妨不妨碍？辛苦的只是我必须要，可能在20公分的近距离去雕一些或画一些东西，
啊，会比较辛苦，因为加上现在又啊老花啊、散光啊，啊，所以也会比较疲倦一点。你觉得你做这个微缩，作为一种我们刚说的非盈利啊，这个非市场性的，纯粹是自己一个热血，跟一个心灵的寄托。你两年已经做了两年，你觉得你就是会这样一直做下去？对，我们看东西的感动哦，如果说是一比一，那可能会没有什么令人不会有印象深刻的地方。只要透过微缩，不管是什么比例哦，毕竟它是缩小过的，那只要再加上拟真的效果，总是可以让人家印象深刻。那透过这样的印象深刻，当然我可以传达一些作品里面的一些例如说垃圾的回收啊，人跟人之间的感情的表现啊。以和一般人比起来，毕竟我的时间还是短了。别人我喜欢的大师，他们可能都已经做了30年或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他们固然可以创造出很多我喜欢的作品，那我觉得我未来只要是眼睛还能继续看的话，那我一直会做到眼睛看不到为止。刹那即永恒啊，回忆永留存。非常非常谢谢 Hank， 谢谢郑武展，好期待哦，你更多更多的作品。下次我们没有录影，还是要让我们进来朝圣，让我们进来看。谢谢你，太美好了，谢谢谢谢。